哎，来，又看到了这个奇门这儿这位算命先生啊，这个大爷永久的摊位，就跟市政理事会租的，这是他的永久的，这儿写的这个奇门甲呀，为什么不是奇门遁甲呀？好吧，这儿有个符啊，有个符，然后大伯公吧，还是财神呢、啊？大伯公、土地爷和咱们佛啊，佛祖，哎，他的签儿在这儿啊，他有签儿的，这个这样的，这个不一样的签儿啊。你说这根儿啊，元亨利贞无咎，泽雷随卦呀，十七卦元亨利贞无咎啊，不错，抽一根儿，算上签儿吧。上上签吧，